Hi there, I'm Mabel Chan, and this is One in a Billion with a special summer series from Shanghai. Today, our contributing podcaster, Anita Xu, brings us the last of her series on career transition, exploring what motivates her friends, mostly 20 and 30-something, to keep moving from job to job. Now, if you've spent a good chunk of your life studying in China and working like a robot, copying and pasting, classifying, categorizing, and scanning papers in a library, at what point might it occur to you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when you realize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how would you go about finding inspiration and starting something new? That is Kou Aizhe's story. After doing numbingly repetitive library work in Beijing for 4 years, he got into TV journalism through a friend's recommendation. As a TV journalist, he began tuning into how ordinary people overcome everyday problems. For example, how come no blind people cross the street alone? That kind of curiosity eventually led him to launch a podcast called 故事FM. It's all about personal stories inspired by This American Life podcast. Now his podcast has more than 600,000 listeners. In this episode, how I left a robotic life to create my own show. Anita talked with Kou Aizhe about that turning point in his life. Kou will tell his story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you can find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cripts on our website at oneinabillionvoices.org. 如果你时常听中文播客，你肯定不会对寇爱哲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是新媒体品牌大象公会旗下故事FM的创办者和制作人。 故事FM是一档亲历者自述的播客节目， 它至今是我认为中文世界里最优秀的播客作品。 这档节目不仅有着令人着迷的叙事节奏， 也在做着互联网时代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拓宽人们的生命体验和认知范围， 而不是缩窄和重复已有认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成立故事FM以前， 寇爱哲曾经在中国地质图书馆工作将近4年。 26岁时， 他说服自己转行成为记者， 从在南方周末做实习生开始。 在这期节目中， 我和寇爱哲聊了聊他如何从图书管理行业转行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你之前有跟我提过哈， 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文艺青年， 然后他在阅读和纪录片上的一些偏好， 其实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你能具体展开说一下你爸爸对你的一个影响吗？ 包括我小的时候那些什么故事书之类的都是我爸买的嘛。我爸家里头，我们家的确有不少的书，然后因为我是在一个矿区长大的，像在那个地方一般家里头有不少书，然后父亲还爱读书，这种家庭实际上不多见。所以而且我爸你可以说他是 有点崇洋媚外吧，所以他很喜欢读一些什么一些国外的一些什么小说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买了一个非常贵的收音机，那还是80年代的时候。他就经常听敌台，像什么莫斯科电台什么之类的。这些很多敌台他都有中文节目嘛。 而且那个口音都非常奇怪的那种中文节目，那时候收音机信号不太好，所以经常你要是把你的手放在那个收音机的侧面的时候，它那个信号就会稍微强一点，声音更清楚。然后我爸手经常扶在那个大收音机旁边，他累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让我过来给他扶着。从小在听故事和看故事的氛围里长大的寇爱哲，高考时最理想的志愿是广播电视新闻。 他后来没有被这个专业录取，而是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修读图书管学。 2006年毕业， 寇爱哲来到北京，加入中国地质图书馆，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关于这份工作，描述中出现最多的三个字是很机械。图书馆它分几个流程，叫采分编点流，什么采购啊、编目啊、分类典藏流通。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就是做编目，给图书去分类，然后给它分类号，然后其实还有一些现在的解释就是 tag 了。那时候也都是小馆，其实都是超大馆。
我们相当于就直接抄那个国家图书馆的，然后如果是外文书籍我们就抄那个美国那个国会图书馆的，所以其实很多活都是在复制粘贴，你明白吗？特别机械。然后包括我走之前我是负责一个馆藏数字化的项目，那它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我们馆藏的那些书，然后其实请了一个外包公司，然后让他们把这些书都扫描，我其实负责把这些导入到我们图书馆的那个库里面，对，让外人可以检索，在网上也可以看这样，但其实都是比较机械的工作。想从这样一个相对机械化和缺乏挑战的工作中脱离，课外者犹豫了好几年，他当时不确定还有什么其他职业可以去尝试，直到他开始参加北京的各种民间讲座，这些场合聚集了诸多学者和媒体人，他们讨论尖锐的社会议题，这段经历激发和形成了寇爱哲的问题意识，并逐渐推动他产生进入媒体业的想法。应该说我包括开始听讲座见各种媒体的人，然后包括最后辞职的2010年这一段时间，其实都属于中国媒体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但2010年可以说辉煌的末尾了。那段时间应该说媒体人记者都比较活跃，然后也很多人都是意见领袖，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喜欢追学者，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言论，然后讨论啊，记者是其中的一部分。2010年其实我在辞职之前，我是先通过朋友就是到南方周末去实习，就是南方周末北京站这块，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在26岁这个年龄加入到一个相对来说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行业，你当时我不知道你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或者自己在思考这个决定前后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吗？当然有，焦虑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想已经工作了4年了，按理说一般情况下大家要这时候就很难离开自己原来的行业了，你在这个行业要有积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这个问题想了很长时间，然后我那段时间也不停的，你包括跟好朋友打电话，跟家里人打电话，然后不停的商量这个事儿，然后我要告诉他们我的想法，看他们愿不愿意支持我，就是我不是说从物质上有什么支持，而是说能不能支持我的决定。你当时有想过最差的情况可能会是什么吗？对，我当时肯定想了这个问题，就是最坏能怎么样。我当时想最坏那就是我在这转行转的不成功，我做不了记者，这不是我擅长的东西，那我就去跟家里人去做生意去呗。对，所以我觉得最坏我也可以接受。如寇爱哲自己的观察一样，在2010年前后选择进入传统媒体，从市场环境上来看并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他认识的许多记者也在那段时间先后离开媒体业，进入发展前景更好的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其他行业。寇爱哲最终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不到5个月，在机缘巧合下，他先后加入了瑞典国家广播电台和加拿大电视网 CTV 的驻中国站，开启了他在外媒的7年工作经验。那段时间的经历也为他后来做故事 FM 打下基础。其实所有的环节都会参与，包括前期的找选题、联系采访对象、安排采访，这些主要其实是我们来做，然后去采访基本主要是记者的部分，当然那个中方雇员也会陪着一起，还有翻译，然后回来整理采访，然后包括像电视台有的他要自己要帮助记者去剪辑，对，拍摄这些。外媒的工作让他接触到音频和视频新闻内容生产的方方面面，从技术上说提供了成熟的平台，但这份职业也有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最终带来不安。
你想你长时间可能未来多年如果一直在这个行业里的话，你没有上升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不确定你自己capable 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每一个故事里头都没有你的 credit， 然后如果让你独立的去操作一个故事，你能做成什么样，大众会不会欢迎，市场会不会接纳，我完全不知道。而且其实在外媒有一个比较致命的一点啊，就是中方雇员是没有自己的作品的，这是中国这面的规定了，中方雇员是不可以成为记者的。虽然你做了很多这个记者的工作，但是这个作品不属于你，所以你成就感是比较低的。做爱哲电台从某种程度上是反击这种不安的一种做法，它是故事 FM 的前身，原本是寇爱哲在2016年左右在工作之外凭兴趣驱动的一个音频项目。他将采访内容加以叙事化的表达，每期一个主人公一个故事，其中非常打动我的一期叫做跟着盲人去上班。在这一集节目里，寇爱哲跟随一位盲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行走，他们需要穿过各种马路，登上公交车，最终来到主人公的工作地。整个过程被丰富的现场音所捕捉，交织着两人的对谈和安静环境下的一场对话。那你觉得那些有盲道的路对你的帮助大吗？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大，因为虽然盲道是个标志，可是盲道的建设它，你不知道它终点在哪儿，就可能你走一段你会发现它会断了。寇爱哲选择这种复杂而耗时的表达方式和他自己的播客收听经验有关。从2007年开始，他听的最多的英文播客之一是美国一档名为 This American Life 的电台节目。这档节目在1995年成立，每一期聚焦一个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新闻线索的收集和采访。就一直期待有一种像 This American Life 这种类型的节目出现，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嘛。我当时也不觉得我是可以做出来，然后后来是我在 CTV 工作的时候，因为最后那一年2016年的时候特别的闲，那段时间工作可以说没有工作，就是领工资但是没有事儿干那种，所以我当时就想不如自己玩一玩吧。从2016年8月开始，爱哲电台一共播出了5期，不论从技术、选题、表达节奏感还是整体收听体验来说，这都已经是一个相当完善的作品，也获得了身边朋友的支持和认可。2017年，寇爱哲受到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进的邀请，加入大象公会，成立故事 FM。 当时打动黄章进的正是这一期跟着盲人去上班。后来改的名字叫中国的盲道上为什么没有盲人，所以这样的标题你想就特别的符合大象公会的一贯的那种文章风格，为什么什么什么提出一个现象然后去解释它。黄章进当时听了那个之后，他当时说这个是他现在见过的最成熟的一个节目，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请我来大象公会来做音频。但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承诺，也没有说什么样的合作形式，只是说让我来做。然后而且那时候我不是说在外媒一直比较闲嘛，所以就我也没什么意见，那就来做嘛。然后试了没多久之后，我当时就想告诉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节目，就是亲历者口述这种。然后我就把我新做出来的爱哲电台最新一期，就是我被传销组织囚禁的28天，我当时给他放了一下，我想给他放前5分钟，告诉他这是这种形式的，就只有一个人的声音。然后他听完前5分钟，我本来摁暂停，让他立刻那个制止我说听让我听下去，然后他就一共听了30分钟，就把这整个听完了。寇爱哲的身上有很强的自我警觉性，在抢夺注意力的互联网环境下，故事 FM 是难得能够在高频率更新下依然保持宽阔的选题视角，并且对事实核验保持较高标准的媒体节目。这一点和寇爱哲最开始做这档节目的初衷有关。
你最开始做爱哲电台的时候，你是希望这个节目，或者说你开始做它吧，是因为你希望能够有一个东西让大家听了之后可以减少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误解。然后你有特别提到说这种意识是你当时在做记者的时候培养起来的，你能具体去谈一个当时的场景吗？是哪一类的场景让你开始有了这种做一档节目能够减少他人误解，让人和人之间更加相互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现在也很难说我这样的节目就一定会达成这样的效果，但我只能说它是最适合达成这种效果的方式。因为我不是说我之前常去听讲座嘛，那其实在讲座还可以比较自由的那段时期，你其实可以发现在北京有偏自由派的这种讲座，也有偏保守或者中国意义上左派的这些，他们是完全两拨人，这两拨人是不能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就只要讨论问题吵起来是轻的，很有可能上手的那种，你知道吗？但我在想，就是大部分大家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都是就理论去讨论，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当事人的视角，他经历了什么，他那一刻的体验是什么，我相信这样亲历者的角度，你跟我讲再多大道理，毛泽东当年的这个初心是怎么样的，然后什么之类的，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具体的人在里头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故事 FM 如今的团队规模维持在8人左右，寇爱哲的工作内容也从亲力亲为的找选题做采访扩大到带领整个团队，他们也在持续尝试新的内容形式的创作和探索。2018年12月，故事 FM 在北京举办了首场 Live， 用现场音乐、视像和现场讲述的形式赋予故事新的生命力和表达方式。他们还在进行更多的尝试。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苹果播客等播客收听平台搜索故事 FM 找到他们的节目。你正在收听的是语境第一季，在本季中我们聚焦年轻人的转行，请记得我们好像是在聊职业选择，但它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我是许静爱，本期节目由我编辑和制作，你可以通过在苹果播客或主流音频内容平台搜索语境，关注我们的完整节目和更多节目更新。You can listen to Anita's entire 30-minute interview with Kou Aizhe on Apple Podcasts. In our next and last episode in our special summer series, we will hear from Silicon Valley. She was Asian, an editor and writer. Seeing a woman like her in these spaces that I aspired to be showed me that I can do that. There's no reason I can't also do that. That's Ida Yu, an Asian-American writer in tech. What is it like to work in Silicon Valley as a woman of color? That's next week, August 27th. One in a Billion is... Brian Latwinowicz. Yvette Yu. Maggie Shi. And our lovely theme song is composed by Brad McCarthy. Let us know if you want to join our team of volunteers, help us plan events, pitch a story. Just go to our website, oneinabillionvoices.org, and find us on Facebook, Twitter, and Instagram. Support for our podcast comes from ou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Victor and William Fung Foundation.